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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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世界被怪兽入侵。我是暴龙。一般这个时候呢，都会有英雄出现，他就是猪猪侠。爸爸妈妈，我可以去梦幻世界玩吗？哦，这真是一个好玩又有趣的地方。永恒的咒怨，这里是不灭的信念。跨越世界梦想，这里是梦幻世界。你干嘛笑了，对吧？猪猪侠，救我！我是英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拉下去好了。啊，熊猫不是只吃竹子的吗？熊猫，我是白熊。